成功呢，富如吉祥。我以后认真读书，做医生才是上解脱。啥？做医生哦？啊，你搁无工课通做啊？啊，欠阮老母真济遐钱，咱已经加拖两个外月啊啦。一个二十几岁的美梦，甲三十岁的现实差有够多。阿雄，你一定要有志气去实现你的美梦。阿公甲你讲，你将来是要做医生了。啊，不过阿兄顶届考全班尾也先来第五名呢。啊，大只加万字啦，伊即摆是哦，智慧也未低。你跟我说，你吃粉吃多久啊？我一定相信你，啊，一个没注意你就变坏。你跟我说，除了吃粉，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？我希望你做小弟小妹的模范，你是怎样我才失望？阿公都有说过，只要做医生，这最该有出头。阿公哦，跟你老母是有约束的哦。阿公跟阿母啊，一直叫我爱做医生啊！即个读高中的时阵哦，已经变成我足大的压力了。我真正是想我啦，敢讲我的人生哦，都一定爱照因的意思行。啊，是不是啊？有考着咧？啊，遐考着高雄医学院呢？哦，宇航医哦！哎呀，咱怎么出一个医生啊啦？哎，阿雄哦，真正是有出大的啦！唔知影是不是阿公的底？我大行这几年的成绩哦，只是差不多差不多尔。到七年级要实习的时阵，照你讲，是甲台北的病院无缘啊。因不真好呢，台北有空军医院，竟然有几落个实习医生的款。想跟我学的人啊，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准时。林玉祥该怎么判断他是不是胃溃疡？病患有心口灼热，有食道逆流、胸痛的状况，所以80%可以判定他是胃溃疡。那剩下的20%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就要看报告。阿雄会再有高血糖一个吼，应该袂回神啦。这若真正要怪哦，都爱怪咱哦，经常伫医院医监狗咪哦，大刚伫遐摸鱼啦，即马得着报应哦。我一定要证明好看啦，我无遮差啦。你是小儿科的？你是来实习的？谢谢啊。我乃无注意过，有安尼一个护士吧？哎，目睭哦，伊安尼大大蕊啊，卡闪闪啊，哎，个性哦，就开两个大方啊，就对人个。不痛不痛不痛啊！擦鼻粉，安尼目睭好食啊，足香个呢。两个叫你这都是金妹啊，我哪不菜？你做你哪不菜啊？这边我等啊，太想跟你讲。阿姐，不是踮厝的头较好。你厝头会不久啊？阿姐啊，你看嘞，这人安怎？啊，就亲像你讲的啊，是一个较刁滴的人啦，啊，较袂晓讲好听话啦。嘛，不是迄种吼会见风转舵的啦。注意清楚，他口中会我。这个的意思，若要救人，嘛是拼命生人呢。你也是要跟伊行落去吼，你哦，你一定去食个死死的。云溪啊，啊你？不是吼。我是感觉哦，迄 NG 哦，无少包只红啦，自然就好啊。我想那就爱去领导。嗯，我都已经去过领导姐遐呢。你当然嘛应该来阮厝内底看看咧啊！阿伯、阿姆，恁好，皮肤也乌。对付伊人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快很准啊！啊，趁因阿伯哭，先甲煮落呢。啊，不过吼，有当时阵嘛会无说你啊，等伊若家家叫啊，才知影讲吼，家己伤大力啦啦。讲着话遐无气质。你遐看，我安尼厝内面哦，也有医生。啊，好舒服哦！我你也好嘞。
昨下那下水果下起了咸的。阿母，啊这是金鸡啊炒的杂菜，你食看麦。哦，足咸足咸的。金鸡啊，啊你唔是讲高血压，免去食伤咸，啊才会放遐济盐啊？无是你的啦。啊，恁爸仔囝是安怎？一个像一个合无？恁爸仔囝的对象吼，若是金鸡啊，我真有意见啦。总讲一句吼，爱门当户对。我唔管阮阿母讲啥啦，我一定认定是你啊！啊你呢？心内已经认定是我。来客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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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客是不是看到伊工作艰苦，好记得？坚持家己原则，这是上个重要的。医好病人是咱的天职啦。做医生，手心向下就好啊。要若手心向顶面，安尼我了解。你也是一个好医生啊。多谢。规头壳内底哦，唔敢数伊尔。我顶个月是105，那这个月哦，比当比105较少。105？啊，你话过我命，叫我都超过你呢。陈青青，你来啦？我来看医生啊。我真无闲啦，你别乱哦。我哪有来乱啊？我真正要来检查啊。对不上管了，我有问。这种大事你别较早讲啦，厝内底咪当讲啊。厝内底，你对得哩？我当然阮某有心哦，嘛是挂我的门诊，我才知影。安尼哦，哇，你真正是创纪录啊啦！想卖经营，我拢已经想过了啦。你讲是鼻炎啊？即摆是阿雄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袂用个干那顾靠，我爱坚强，爱支持伊，做伊瓦靠。雄，阿来得。阿公，妈妈。成就这种的幸福，唔知影。我阁会当享受偌济，阮说无偌久了后，因都真正敢那会当，会记得我的好。阿雄，一定要加油，我伫遮等你。好佳哉，有金鸡伫遮，我知影，不管好也是歹，伊拢会陪伫我的身躯边。阿雄，今仔治疗了安怎？伊做化疗吼。人较无爽快啦，无胃口，想要吐，不管煮啥物互伊食，伊拢食袂落。我知影，食每一嘴，你的嘴啊，甲脑后，就亲像千刀万剐共款。敢袂用个搁试看卖，食几嘴啊，好无？那照安尼落去，这个治疗的过程敢挡袂过，真正就歹讲。是安怎，你无爱继续奋斗落去？你哦，是伊一种坚强的人。我无本事的话，只是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无得由我家己来做主嘛。我唔相信啦，我这个话你，我袂去放弃。
我想要放弃。怎么只能为着生？我是为着囡仔，为着你，还佮为着别人，我才想要活落去。可是讲若无你，我嘛无想要继续忍受这个代志啊。做义诊啊！好啊，我有时间，我等你。去澎湖啊，两天一夜啦。迄、那个慧娟师姐吼、哦，爱我找一个虎山窟，啊，我头一个就想到你安尼。啊，每一窟吼拢有，啊，每一届拢无同，我们先做规划，再来做调查。嗯，相对来已经跟他同价了。太谢啦，可能我透早上早起来无困饱吼，你看头前。小意思啊，你哦，真享受快乐。伊有多个命，咱哦，跟咱饮水呢。我是想讲哦，若是讲有时间哦，我找机会来参加好不好？哦，你是感觉袂歹啊。其实我即摆发现哦，这足侪观念转变哦，真正是一念之间的。那不是因为哦，我破病哦，原是我即摆搁伫咧山门内底从外受气。我即摆感觉做这个代志较有意义。慈济医院找你，不是做志工，是要做职工啊。上伊希望讲哦，会当用我的经验，从台北慈医院的产科哦，安尼做起来。你也知影呢，你即卖体力甲身体状况，那是明个勉强的呢。那是一个全职的工作，啊，搁是一间全新的病院，那责任有偌重，你敢唔知影？敢讲你搁要无眠无日啊？马上就要开业，这样怎么办？人员无够。流程也无顺，同事之间也无够有默契。主任，对不起，我会再教。已经过了工啊，感觉身体也已经有状况啊，大家压力大到我拢无法度开。上人交代给我这么大的责任，我感觉拢残就无法度做到够。我的能力有限，我即马真正感觉。哎，杨医师吼，人真正足好啦，啊，搁专业，搁温柔，啊，带查某囝去看吼，无唔对啦，你看嘛就知啊。因为我想啊，我门诊病人介绍给你，那怎么可以？我相信你的看诊啊，有一定的水准啊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我就在隔壁啊。其实啊，今天我知道你在旁边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已经安了一大半。一定帮你叫到会。啊，你说的。你要是有本事哦，我有所有功夫跟经验都学过去，可以好好照顾以后病人，可以加起我来个叫熊义的代志。困到这什么成绩啊？你到底怎么样安排时间的？你到底有没有去念书啊？念书我也是有去念啊。什么叫也是有去啊？这是你的副业、啊。就是这样啊，从小到大我在你眼里只有读书这件事情，你不要拿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好不好？就算我要做医生，我也不想做成像你这样没有自己的生活。爸，他有没有怎么样？我要被你气到只剩半条命了啊！啊，辞职？主任，你真的要辞职去陪儿子哦？主任，在家业和事业之间，应该会有个平衡点。可以慢慢考虑，慢慢想啊，或许会找到一个好方法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你们啊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一定有办法啦！我列一个读书计划了哦，要从午休的课该怎么选，时间怎么安排，我都有想过了。那为了好心软心筋哦，啊，这理由真正是淡薄讲不过。啊，囡仔已经这么大汉了，对不？对家己哦，为家己人生去注意，啊，去负责就好啊。
我应该爱学哦，先学，放下。其实我小时候还是会怨啊，因为不管我们的生日、假日、中秋，甚至过年，你都在医院吧。所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更没办法体会为什么病人比家人重要。你们当然很重要，只是有时候那个优先顺序会不一样。作为一个产科医生，产妇要生，当然要把病人哦放在优先顺序的第一位，这是职责所在。可是家人永远是心里头最深最重要的牵挂，这是绝对不会改变。跟病人面对面接触过，我就能够明白他们需要你在旁边，那是一种心安的感觉。我很感谢我父亲这样一位人物，用儿子的眼光来看他，父亲是我心目中的巨人，因为他让我感觉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可以看得更高，可以看得更远，也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。爸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对啦，看起来吼，咱以前嘛定定走去华莲，是走了就有价值的。你今嘛吼，马圣公是上轨道啊啦，你嘛应放心啦。瞬息万变。